出版它在整个方面来讲，其实就是教育。我们的书做得再好，没有教育工作者的二度创作，永远不可能演绎为每一堂课。真正要中国未来发展来说，其实由教师、由学校来选择教材，可能那个时候才进入真正市场化的。没有教育，出版所有的一切都没有。 我们既要以一种企业的标准管理和运营，同时我们还要一些这个文化的担当。那应该说，我们国家现在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出版业。 到了今天，音乐教育跟这有很大的发展，它还是以繁荣发展我们国家音乐文化为自己的宗旨。拿音乐教材做例子，因为教材还属于特殊商品，它既有一般商品的特点，也有呢作为意识形态商品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强制性的商品的特色。是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小学教材，全国有很多版本，但是我们这个版本使用量最大，啊，使用的最多，这是。 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这是高中音乐鉴赏，它是个必修课教材，还有下边还有很多的这个音乐舞蹈啊、音创作呀。这本音乐教育是跟我们应该说跟音乐教育有关的，对中小学音乐教育一个比较重要的、具有指导性的刊物啊。这类图书很多，因为还是教育市场比较大，教材呢因为要经过国家审查，审查有很多很多标准。 对选择内容的教育价值、思想价值、艺术性，都要有这样一种标准。另外，也有中国作品和外国作品的比例，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依靠国家的课程标准，已经确定了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音乐出版社对我们中国音乐事业推进的都有一点都不差。它出版的本身呢，它就是把一些文明，包括生活的经验、常识、知识，把它记载下来。那记载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传承下去。什么样才是个传承呢？这都需要教育。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和教育有关系的。我们平时大家喜欢阅读，这本身就是学习，只是这种学习的方式没在课堂上而已。 我们54年成立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对方方面面的音乐出版的一些标准规格这种建立都还是卓有贡献的。像谱子怎么排，一些国外的译名怎么译，像现在我们中小学广泛运用的一些音乐家的肖像，都是我们社绘制的。到现在来讲，我们累计出了音乐类的书10000多种，我们每年有200种的新书。 那么现在就是教材使用率占有率比较宽广，我一直认为必须是最好的品质的东西用在教材上，因为是对孩子而言，它越是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能疏忽。教育的产品和普通的产品区别就是我们更加的用心，就包括它的差错率，比如我们普通的图书是1/1000的差错率，教材它是100000之一的差错率。 比如我们普通的这产品都是3教1/1教材，那就不分教次了。我们经常是10个教次甚至更多的教次都是非常可能的，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品质。与时俱进，我们也不仅仅光是出纸质的教材，80年代嘛，我们就配了很好的磁带，后来就是 CD， 现在呢就是 DVD， 包括在线的一些产品都将要陆续的配套，来这些新技术。 我们自己的话都会回过头来打造我们基础教育的产品，会把这些产品做得更加精美，便于孩子们的学习，便于老师的教学。对待教育的产品，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在这个方面是人力物力，我们从来没有算计过，标准就是做到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 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间，更多的是瞄准了社会大众，为大众做音乐图书。我们如何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在增长的音乐文化的需求，既富有文化品位，又符合市场需求，在专业和普及，在大众和小众之间做到一个平衡？那么，我们是引进了全球最优秀的出版物，通过10年的努力。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历史遗产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我们最近呢，有一大批的传统音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有华乐大典。我们说这套书它的特点在哪里？它既有文史部分的知识，也有作品方面的知识，所以它这个书呢，是我们把它作为中国民族音乐梳理的一个标志性的。作为音乐出版社，我们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要加强这方面的出版的力度。因此呢，我们提出了在传统音乐文化的建设上，要尽快的收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谱。我们从日本友人手下永久买断了一本东高琴谱，这是1676年东高和尚在日本传承中国古琴文化流传下来的一本孤本。我们这次永久买断，在浙江他当年离开中国的永福寺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回归和新书首发。この出版を通してですね、東高信越禅寺の、金ばかりでなくて総合的な芸術がだんだん検証されてくると思います。我们未来还要全球范围里面搜寻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谱，出版更多经典著作，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形成古籍出版的一个新的基地。因为这个格子就是古人弹古琴，他全部是靠手写字体来弹的。因为现在学古琴的人很多嘛，有很多初学者，那么他们对这个字可能认起来也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出版社研究了一套这个输入法，这个是由我们提供一个标准的字样给造字工程师重新造字完成的。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把它标准化了。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呢，输入几个非常简单的符号，它就很能容易找到它需要的字。这样的话，就是方便大家使用。然后每一个字都有视频告诉你这个字是怎么弹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出版社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方面要生产更多的精品力作，一方面要在数字化时代，在互联网时代满足更多的数字阅读人口的需求，让受教育者提高他自己的素养的同时，整个民族都在不断的进步。钢琴艺术教育好了吧？应该是250克的铜板纸。教育和出版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教育也推进不了出版，没有出版教育也不能走得更远。作为我们音乐出版社来讲呢，也是希望把我们更多的积累，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些技术内容贡献的教育当中去，希望更多的老师用自己的创造性的教育理念去输入他自己的个性化的教学，应该说推动了大众的学习，同时又推动了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既有统一又有多样，两种体制的结合，对推动全民的音乐素质、全民的音乐修养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30年的发展改革，我们国家整个音乐水平有很大提高。